搞了半天原来是旭的熟人啊。我说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国际影后薇薇安涵呢，原来是旭的老熟人啊。你知道旭哥等了你多久？旭哥，好久不见啊，我们又再一次合作了。所以今天是你跟甲方提的要求必须要郑伯旭出镜的吧？哎呦，文文，当了影后了，架子大了，让旭哥等你很久了。是吗？旭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呢真的是太忙了，哎，几乎每天都在天上飞，可能空中飞人说的就是我吧。有的时候落在哪个国家，人家都不知道，这时差倒的我哟，人家头都痛死了。我第一次听说，从铁岭飞北京还有时差。哎呀妈呀，旭哥，你咋还那样？一点你都没变。哎，正好哈、啊，那个铁岭那边有个什么电影艺术节，要不推荐你去得了。我这时间也抽不开，你看咋样？不用了，谢谢。那种活动应该更适合你吧。还有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腔调切换？演员嘛，职业病。其实啊，人家最近还在练习伦敦腔呢。我这运气也真是好，最近参演了好多艺术片，在国外特别的受欢迎，得了好多大奖。恭喜你啊！吹完了吗？吹完了。继续吹吧，我走了。哎，文文，我们做造型，做造型啊！来来来，好了好了，给你选个好颜色啊。我告诉你，腕越大的人越专业越敬业，正是因为你没有，所以你爱表现，你爱装。哦，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，像你这样的小演员，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小演员。小演员？哎，旭哥，我一会儿给你补妆啊。别小演员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上个厕所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没有核实好。我要知道是他的话，我不会让你接的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玛丽娜早就签了合同，你说的也不算。那现在还拍不拍啊？当然要拍了，我又不怕什么，我心里又没鬼，是吧？你要跟我上男厕所啊？一直跟着我，走吧。